DOC 的伙伴，还有我们待会要短讲的我们的涂老师哈、哦，还有我们的创客组的组长我们的文成老师，今天也是一样啊、哦，我们就延续昨天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哦，其实教养中心在这一次的一个整个教育成果展啊、哦，我们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的摊位。那这样的一个摊位有包含 DOC 还有我们创客联盟、哦、还有科技中心、哦、还有我们的驻点的厂商、哦、这些等等、啊、都来协助这一次一个整个教育成果展，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整个花莲、哦、在推动科技教育也好或在创客教育也好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开花结果的一个现象、哦、所以我们才会请我们县内、哦严选也好，海选也好，最优秀的老师来做一个分享。那今天真的也我们的场子其实都算是大家都算体验了哦。我们也很随缘哦，有来的哦，我们觉得就是会听到授课讲师的一个精华，也可以看到花莲的一个美哦，也可以看到我们未来孩子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里面，其实已经走在很前端哦。那我这边就废话就不多说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热烈欢迎我们的涂老师，谢谢。